哈喽，这里是稀有言，今天教大家做超可发式和仙女魔法。首先点装饰节，开始调整吧。今日话题，你小看老师更新什么视频吗？现在给它换个颜色，特别适合拍古装剧用，欣赏一下。超可 triple A。 第二个就是怎么做仙女魔法。首先点兑换日常，选择第24个动作，把动画速度调成零，点小道具，点特效，找到灵异水，开始调节。这里我加速了 6.4 倍，现在给它换个颜色就好了。这个就非常 nice。 Omega。 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灰灰。